家好，欢迎来到波莱的世界，我是 Brian。 这几个单元就是四万订阅的 Q&A， 就是感谢大家一路上的支持，然后我的目标依然没有改变，就是朝十万订阅冲起来。所以有看过的频道的朋友，记得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，订阅下去，然后多多帮我推广，让我很快能达到十万订阅，拿到那个 YouTube 的那个奖牌，那这是做 YouTuber 必成的希望。那今天呢，我手边有整理了20道，就是前阵子我在 IG 上有抛说，大家四万订阅 Q&A 想要问什么，但有一些深度的一些问题来跟大家做个讨论。能不能尝试女款穿搭？哎呦，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。其实女生常常会穿男装，那男生其实也可以去穿女装。有在关注我的朋友都知道，我常常会跑去女装部买一些帽T啊、一些外套，甚至是一些衬衫，因为有时候女装的设计就是比男装好看嘛。包括最近出的一些女鞋，像那个粉红色的 Dunk 女鞋，有时候超越男鞋的设计。所以说，我觉得我完全不排斥去买女装的衣服，只要穿起来适合自己，穿起来不会怪。我觉得男生穿女装没有什么好就是羞耻的。你看 G-Dragon 权志龙不是常穿雪亮的女装出席一些盛大活动，然后搭起来就超级帅的，所以女装是绝对 OK 的。最喜欢的牌子，我觉得最喜欢的牌子其实会随着就是每一年会做一些不一样的改变，然后也分高价位或低价位会有所不同。那我目前最喜欢的高价位就是所谓的精品的牌子的话，应该是 LV， 因为我真的觉得 Virgil Abloh 它的设计在深得我心，总是会有我想要购入的单品。所以如果是精品那个类型，我最喜欢的牌子是 LV。稍微就是轻松一点、价格平易近人一点的牌子的话，就是 Nike。球鞋绝大部分都是 Nike， 当然还是有 Adidas、New Balance、Puma 一些其他的品牌，但是 Nike 真的是我的爱牌，绝对不会否认 Nike 是我最喜欢的运动品牌。Doros 西门羽毛搭档好，搭档要多少钱？我有一期影片专门在介绍 Doros 的一些细节。那至于搭档好一个基本的羽毛大概要多少钱？如果你要一根 XL， 也就是特大羽，就是一般像这样子的这个特大羽，大致上要花到的钱至少要到5万到6万以上，看你是买一手二手，然后你是买怎么样形式的羽毛，有的时候是素羽啊，有的时候是有松实的，就看你配上的那只基本的这个大羽是多少钱，然后配上一些珠珠，其实就是一串最基本的 Doros 羽毛项链。那如果你像我一样要配上，比如说一根小羝毛的话，像一根小羝毛的价格大概是在2万5到3万左右。这一串配套好，我觉得你的预算大概要抓10万。那如果是链子的部分的话，链子不得了，因为 Goros 的链子其实非常的贵。如果你连链子都要是 Goros 的话，你可能要准备个15万。Goros 是一个非常非常深的坑，记得大家入坑之前要三思而后行。几位本身偏向喜欢帽T还是卫衣？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的难回答，因为帽T跟卫衣各有各的好。卫衣呢，其实给我一种比较成熟稳重，然后比较正式的一点感觉，稍微好一点餐厅吃饭，然后我比较穿西装外套，我比较穿衬衫，我就会去穿一件卫衣，感觉没有像帽T，因为帽T有帽子感觉更休闲，多了一个帽子感觉是更轻松更惬意。所以应该说我平常绝大部分我可能会选择帽T居多，因为大部分我的穿搭搭配都是以轻松为主。如果你面前有一只肥肥软软的生物在跑，会觉得有疗愈感吗？例如天竺鼠车车。哎呦，天竺鼠车车最近非常的红啊，肥肥软软的生物在跑，让我想到画面可能是一只肥肥猫，比如说加菲猫，或是一只肥肥的猪在前面跑。虽然我有点害怕动物，就是我不太敢去摸，不太敢去跟动物玩，但是我觉得动物很可爱，看起来都很疗愈，比如说一些可爱的小狗、小猫，然后特别是肥肥的，就看起来很多肉，这样就觉得很可爱。除了看鞋子、衣服外，平常的消遣还有什么？我非常喜欢听音乐，其实我觉得音乐在我的生命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。不管是开心的时候，或是难过的时候，都会听音乐。那除了听音乐以外呢，其实我还喜欢打篮球啊，开车然后出去绕一绕，踏踏青，然后找一间不错的咖啡店坐在那里喝咖啡发呆。因为我很喜欢喝手冲咖啡，就是发呆，我都觉得这是一件蛮好的消遣。你就有更多的力量继续回到工作，或是回到你的生活当中。喜欢精品多一点，还是潮鞋多一点？那我觉得在现阶段，然后依照我自己的购买的一些历史，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是比较偏向潮流鞋要多一点的，因为我觉得潮流鞋的变化要更多，然后有更多不同的联名可以玩。潮流鞋还有一点很棒的是，你偶尔会找到一些就是藏起来的宝石，就是人家没有注意到，但是其实它超帅。然后精品鞋一般都很贵，然后在2万、3万、4万块，所以就比较难找到那种经济实惠又好看的鞋子。所以我目前就是偏向潮流鞋多一点。想问不然你在生活上有没有不开心的时候，又是如何解决？当然，在生活当中，其实不管是工作上啊，或是一些人际关系、感情上等等之类，一定都有不开心的地方。那怎么解决呢？其实当下的难过、失意是一定会有的，但是你就要想办法以正面的态度去看它、去排解它，去多做一些，比如说运动啊、跑步，或是去爬山等等之类的。因为运动，我觉得就是可以让你分散注意力，脑中会分泌那个就是快乐的因子，让你心情会比较愉悦。看看书、喝喝咖啡是很好的解决方式，但是最重要就是不要被不开心的事情或负面情绪给淹没。比如说，你只能允许自己很悲观很难过一两个小时，那过了这两个小时之后，你就要用积极正面的态度去解决。Fear of God Nike 值得入手吗？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非常好，因为 Fear of God 已经离开 Nike 了，那值不值得入手？当然很值得。在 Fear of God 跟 Nike 还在配合的时候，就是过去几年当中，
非常喜欢他们所出的衣物或是鞋子的。那现在离开了，其实要赶快把握机会，因为离开了他就很可能很少会有机会再回去 Nike， 而且去 Adidas， 等到他在 Adidas 推出新的球鞋，那 Nike 的球鞋相对的就会变得比较稀有。就像当初 Kanye West 离开 Nike 去 Adidas 的时候，你看那些 Easy 系列不是爆掉了吗？最喜欢的饶舌歌手。应该是 Logic 跟 Drake， 最近他破了一个记录，就是连续十年都站在那个榜首的位置。然后他最近也推出了一张新的专辑，各大酒吧、夜店、大街小巷等等，所以都一直播他的歌。那至于 Logic 呢，是我觉得他的音乐性、节奏，还有他饶舌的那个声音，觉得非常棒，大家可以去听听看。Essentials 这个问题问的蛮有意思的，因为 Essentials 顾名思义必备的这个简单的单品。那 Essentials 其实它所挑选的颜色，月球灰啊，什么黑色、白色等等之类，就是很好搭的颜色。所以 Essentials 怎么穿搭，不是脱掉你的睡衣穿上去，就这样穿搭就可以了。它会这么红，就是因为它很容易穿，很容易穿的很帅，所以它才会这么的热门。1:350退流行吗？这一题问题其实是蛮敏感的，我觉得它就是退流行的。我知道还是有很多人喜欢穿350，很多人在新的颜色推出的时候还是会去买，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流行界它已经是退流行了，但这并不代表它不是一双好鞋，所以大家不要玻璃心啊，退流行不代表不能穿，不代表它不帅。你今年最期待的展览或拍卖？今年我最期待的展览就是奈良美智的展览，相信有 follow 我 IG 的朋友都知道，我前阵子受了这个媒体的访问，上了电视就在受访着关于奈良美智新的展览，还有奈良美智一些过去的生平，很开心我终于上电视了。为什么期待这个展览呢？其实这是第一次奈良美智在台湾办这种超大型的个展，一些重要的作品都会被拿来台湾展出，然后包括他本人也亲自来到了台湾，然后去做开幕的活动。那据说奈良美智这一次是为了感谢，其实台湾一直对日本很友善，不管是大地震的时候捐钱，或是在疫情的时候捐口罩等等之类的，所以他对台湾人的热情感念在。所以虽然像疫情不管是货运或什么都比较麻烦，他还是决定在台湾的关渡美术馆办一个非常大然后非常棒的个展，相当期待。如果你在路上看到孤僻套装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孤僻套装是什么？让我查一下。孤僻套装原来不是一个特殊的词或是特殊种类的穿搭，应该指的是孤僻这个品牌的套装。我现在稍微看了一下，我觉得看到孤僻套装应该会觉得很帅，如果没有会受益的话，那如果是一个梗一个笑话的话，大家在下面留言，我可能没有跟上，那我知道一下孤僻套装到底是怎么样。对大学科系学的东西有点迷茫，不确定出社会是否有用。我自己啊，离大学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当时其实我原本读的是自然学系，然后后来我转成了经济。那一开始我是觉得自然学觉得蛮有趣的，但是后来我怕那个就是化学的部分，我觉得化学实在太难，看那些化学的那个结构架构式，我就知道晕倒，然后我就马上转了经济。那没想到来到了经济，就变成算一堆数学，就微积分啊，一堆统计学等等之类，跟我想象中的也不太一样。出了社会，你看我做了 YouTuber， 我也用不到经济学学到的微积分或那个。所以说，其实大学学的东西不一定在社会上有用，除非你学的是有一技之长。那我觉得大学的时候，其实你就是一个经历，然后学的是什么态度，先不要管之后大学毕业之后用不用得到，因为这个路啊，其实都很不一定，相信大家都知道。所以我觉得就是勇往直前，然后做好你大学生该做的一些事情，你该玩的时候玩，然后该完成学业上要做的事情的时候就去做，然后出社会的时候，就是你这个态度就比较有帮助。其实大学学的，我觉得更多的是态度。关于 Piazza 上面愿景。这 Piazza 牌其实是我的品牌吧，有什么打算？我是希望就少量推出吧，所以我大概就是一个月推出一款。那愿景当然是穿到的每个人都很喜欢。那至于很多人都说为什么我不出快一点呢？因为我觉得我的目标不是说大量制造了，就是少量以精致然后以高品质为主。因为我的每一件衣服的设计啊，然后到面料的挑选等等之类都花很多时间的。反正就是 Piazza 牌品质第一。只能选一双鞋，一个配色过一生，会选哪双鞋？一双鞋的话，我也选的应该是我最喜欢的鞋型，就是 Jordan 1。那至于哪一个配色过一生，有两个颜色我会蛮犹豫的，一个是芝加哥配色，一个是蓝黑，就是 Royal 的配色。那我应该会选 Royal， 就是蓝黑配色的那双，因为我个人很喜欢蓝色。然后这个蓝黑配色，其实我搭过各种颜色的衣服，奇怪它有魔力，它不管是搭一些很亮的颜色，像橘色啊、荧光绿等等之类都能搭。那当然你搭黑色、白色这些素色也都很好看。梦想表，我最梦想、最想要的手表呢 ？AP 有一只镂空的，就是它全镂空的陀飞轮，因为我很喜欢镂空的那种，可以看到机芯在里面运作。会不会想回去收老账？比如说鉴定蛋还是收新款式的蛋？新款式的蛋有很多颜色都很漂亮，因为现在 Nike 很厉害，推出一些新的颜色其实都蛮符合现在大家的审美观，看的都会心痒痒的。但是其实我还是如果有幸的话，我还是比较想要去收一些老蛋。比如说我现在就在找一双状况很好的 Tiffany 蛋，过去那些品牌的结合还有一些背景故事等等之类，我觉得相较于现在的蛋是更有意义的。有没有跟台湾哪个好？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趣。我住在 LA 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想念台湾；住在台湾的时候，现在我就很想念 LA。可以的话，我希望两边各住半年，
我觉得依照我的工作方式，其实我觉得在 LA 是稍微会比较好的，因为我身为一个这个潮流时尚或是球鞋的 YouTuber， 其实不一样的感觉的一些场景、一些电影在 LA 会是比较多的。那当然，因为台湾人亲土亲也有好处，但是我还是会觉得依照我所做的这个工作内容，我觉得在 LA 更能带给大家丰富性的一些事情。那至于在生活上面呢，其实我觉得台湾是比较方便的 ，LA。就是地都很大，然后去哪里都要很久，要上高速公路。那这一点的话，就是台湾比较好。好，那到这边呢，我20题的解答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大家问题都问得蛮好的，然后有一些还蛮好笑，比如说菲菲乱跑的时候在前面跑。如果等到5万的时候，我应该会有再有一个 Q&A 或是6万的时候，希望大家可以再问出更多好笑，然后更有趣的一些话题。然后我也很喜欢你们问我，比如说关于大学啊，或是关于心情要怎么排解等等之类的，因为这就表示说，你很注重我的意见，然后也是很有深度的问题。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我都非常的感动。那再次谢谢你们，让我达到了4万订阅，让我们大家一起冲起来，往5万迈进。谢谢你们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